後面咧，後面，誒仲有呢個誒五黃啦，會唔會嚟我呢邊？跟住係中華民國103年啦，4月6號，4月26號呢個，今日嚟上呢個飛鵝山百花林啊，自制呢個國寶。阿哥仔。 仲有，國立海洋大學黃俊麟理事長，鳳甲大學潘國珍，而家全體向楊太夫人行三鞠躬禮，一鞠躬。 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而家拜祭獻品，請呢個陳佩廣代表，主席代表，香先係嘛？ 經文傳，經文傳，經文傳，經文傳。請嘉慶五熟，賴新華理事長代表。 請鳳甲大學潘國珍會長兼金枝。你仲係乳豬嘛？如果改舊年嗰只就炒。多謝。 咁樣咧，就誒揾到嗰個又係革命黨人，叫做羅元先生負責嘅。咁樣啊，鍾先生以後期咧，呢幅地咧仲未俾錢嘅，就呢個羅元先生二十兩銀，二十兩銀咧，後期岳父咧就係成功啦，起碼。
就禮成啊，咁就而家咧就話想拍條，咁又講咗個歷史啦。呢個網上都有應該講過個歷史。係可以點走？